应该是考核分数乘上 0.6 加上笔试乘 0.4。 那为了要让那个乘积小数点变成取到小数点第一位的话，我们可以用 run 的函数把这个东西做出来。所以这边的话，第一个我把这个删掉好了，原来这部分 Ctrl Shift 向下删掉。再来的话呢，利用刚刚他讲的，就考核乘积，所以等于什么？等于这个乘积乘上它上面有提示啦，乘上 0.6 加上呢这个的乘积乘上 0.4 OK， 然后把它打个勾，这样的话就算出来。但在向下填满其实大部分已经是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啦。不过这个地方看到的其实是什么？是因为上面有那个格式的关系。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，假如说你现在增加小数点了，你会发现它其实背后它的里面的话其实是 83.44。 那如果要真的能够把那个小数点四舍五入的话，题目里面要求就是一定要 run 的函数。所以特别说你现在虽然看到的是 83.4， 但实际上存在 Excel 里面其实是 83.44。 那如果你将来要拿这个资料去做运算的话，可能就是会少了那个 0.0， 可能 0.03， 有没有？后面这个讯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没有把它加进来，那可能就会计算错误。所以如果我要真的四舍五入的话，记得你可以第一个在这个公式外面输入那个 round 就可以了。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，round 前括弧，然后呢移到最后面之后的话，逗点输入个一就可以了。逗点一的话就 round。Round 指的是四舍五入，一的话指的是小数点第一位，二就第二位了，以此类推，然后后括弧一下 把它打个勾，那你会发现本来是 83.44 对不对，它就变 83.40， 后面那个 就小数点就四舍五入掉了。所以你底下也是一样，如果把它向上填满，有没有发现它最后 一个字一定是零，所以我把这个小数点再把它减掉，它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。那最大的差别用 run 的是说，它里面的资料是真的四舍五入，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好像有四舍五入，但实际上没有四舍五入哦。对，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Excel 里面有那个什么呢？就是有一些是看起来跟实际上是不同的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已经把从那个单位一二，我看看一。二三四五六七个东西全部做完，但问题来了，我切到那个零组里面，这后面还有三个，问题来了，那我要怎么样比较快啊？总不可能说这后面每一个呢，都每一个都重新做过了。其实教过一个简单的方法了，但以前的做法，如果你不知道更快的方法是什么，你可能又要再把这个公式复制贴过来，再向下填满。但是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那个快速的那个把它完成快速完成。那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希望可以把刚刚做的一次动作全部呢都可以把它做到另外几个。那你可能要观察几个重点。第一个它的格式是不是都一样？比如说呢，你会发现零组一样都是查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也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动作。后面都一样，所以如果都一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啦。第一个，游标停在柱砖，按 Shift 键去选取到助理员，就是柱砖到助理员这个一起把它选起来。那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这四个做的动作会是一样的所以我只要怎么样，游标再放回到 B3，游标再放在资料编辑里，我打个勾。那打勾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会帮我把刚刚这个公式也顺便帮我把后面这三个全部做完了。OK， 所以基本上的话，我就是打个勾。OK， 这个已经一做完了，这个二打个勾，三，然后这个是四、五、六。七 ，OK， 那意思就是说这四个工作表就全部做啊。做完之后特别重要，因为它现在是按 Shift 键选取的那你要取消的话，你现在切过来，切过来，切过来，有看到上面都有对
那因为呢，我理论上应该向下填满，不过你会发现呢、哦，它每一个工作表它的列数都不同哦，有没有？这边比较短，有的比较多，有的比较少，所以你向下填满，你可能会变成说哈、哦、会超过了它，所以怎么办？先取消掉，取消的话一定要点选除了这四个以外的任何一个，点这个等级好了，哎，取消了，那我们就切过来，这个 OK 了，好，然后领主的话，如果你要让它底下全部做完的话啦，可能还是需要什么快速点它两下，哦，有没有这个？因为它列数不一样嘛，你会发现这个是到101嘛，啊，这个的话是到65而已。所以如果说我刚刚一次全部填满的话，那变成每一个填满的列数不一样啊，不过还是很麻烦，变成什么？要必须每一个对吧？向下填满，多做这个向下填满的动作，好、哦、才能够完成。那当然其他也是一样、哦、你等于是把这个东西全部做完、啊、向下填满，可是你会发现、哦、其实虽然已经够快了，但是呢还是没有像一个按键按下去那么方便，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就要思考说有没有什么方式、哦、可以让它做一次就可以全部呢都帮我完成。那这个当然要增加效率还是用把 VBA 给做撰写出来，所以 VBA 要怎么撰写出来、哦、那请各位先把这边七个动作先完成之后，再把这四个工作表、哦、做完，然后向下填满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、哦、那个从助专到助理员这四个工作表里面、哦啊、就全部做完了。但是刚刚的部分呢是只是做函数、哦、只是用函数来做，而且虽然已经比土法炼钢来的快，但是呢还是不够快。所以、哦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一键按下去自动全部完成，这个感觉会更好、哦、只是说要怎么可以让他那个完成这一件事情、哦、这里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的部分先完成、哦、七个，也每个工作表会有七个步骤、哦